盘点那些回忆沙明。哇，就是这个天台。哎，星月。哎，你知不知道流星雨是什么样子啊？不知道，我告诉你哦，流星雨就好像烟火一样。哇，好像穿越了感觉，好熟悉的感觉哦。哇，好浪漫。是的，这得九八年吧，99年吧。99年拍的，我记得2000年上映。2000年就上映。对。你们以前看过这部戏吗？当然啊。看过。但有些年头了，倒是真的。是。这个。录音机。我当时演一个又忙又哑的人，我一直很想打电话去电台，点首歌给我心爱的人。但是因为我那戏里面我说不出话，我一直都没有完成。哎，从下面看是另外景象哈。哦，还真的是。哎，这个场景其实是回到了柏芝最初的电影的开始的地方。回想当年，我现在都有点心跳。哎，因为在戏里面我很爱他的那种，很喜欢又不敢表达。好想现场看一下。那我们要还原那个场景吗？我刚刚真的以为杨春杰他真的会来了，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可不可以再从头再来？只有一天，再给我一天，可以吗？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就像流星许的心愿，让他知道我爱你。流星，赶快许愿。不许，不许上一次许的女孩子走。
不管是余秋楠还是张柏芝，我都希望他好勇敢好勇敢地继续在人生的路上。所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好好好好，就能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哇哇天哪，哇我哭了有没有纸啊？哇唐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催泪啊我其实也看得很难过，我眼睛一直在打转，我跟你讲我一直在还克制哦。就现场那个柏芝姐出来演的时候，刚刚那个谭燕玲跟我说，哇你看杰哥柏芝姐一秒入戏，很有故事感、哎、很有故事、嗯、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回到了那个时候，对，回到了洋葱头的，真的我们就觉得回到二十年前，真的回到二十年前，就感觉是电影的画面，太真挚了你们两位。谭燕姐跟你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是那个电影我本身就是看过很多遍，还有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心愿》这个电影，然后很喜欢《心与心愿》这首歌，所以当我在考学的时候，我的表演曲目唱的就是《心与心愿》，对，啊、哦，然后就觉得就是记忆被勾起来，然后就觉得哇，一下子击中啊，而且能感受到你们俩也百感交集、嗯，我们在下面看也百感交集，因为我们看那个戏时候。还很年轻嘛，对，很小，那我们的人生也走过了很多的路、嗯、所以再回头看这个的时候，我完全能体会到贤齐哥说不管是角色里还是希望里、嗯、都是能够一直往前走我自己都很害怕，因为那个是我流过最多眼泪的一部电影嘛，然后我马上会回到我当时在讲那些对白的时候那种要压抑的心情，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马上被拉到那个时空，然后在那个当下很多对白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对，还有就是柏芝，我最怕他就是在我额头上划过一个那个流星划过，对，刚才他刚刚都不敢做，很害羞，如果你看到流星这样在你面前划过，你会许些什么愿望？很害羞，对，节目也是说初心嘛，所以我都一直有同样的感觉还有感动，就那个演戏都有那个初心在，所以我觉得初心很重要，对，怪自己没勇气。葵花点穴手，武功依旧，知道为什么点他们吗？十年前栖霞镇要拆迁，同福客栈就关门了。十年之后的今天，同福客栈重新开张，这家伙把他们几个嘚瑟的啊，我说什么都不听了，七嘴八舌，蹬鼻子上脸，我不点出他们能行吗？同在同福客栈见到你，恰恰恰，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回忆花。明白了，耶！哎，其实啊，我这次回来，我最想见的人就是湘玉。十年了，
不知道相遇过得怎么样。战堂，战堂。相遇，这十年你过得怎么样？凑合吧。这十年你过得咋样呀？一言难尽。相遇，相遇。十年过去了，虽然我们错过了一个十年，但是我们以后有无数的十年。你愿意陪着我看星星、看雪、看月亮？你的手咋这么凉啊？愿意，战堂。我们啊，从诗词歌赋讨论到人生哲学吗？都愿意呀，我愿意陪你一起看啥来着？看雪，看星星，看月亮，都看。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哎呀，我的神呀，这都是咋了嘛？都让我给点住了。哎呀，好好的客栈以为变成蜡像馆了，赶紧给你解开。葵花，葵花，葵花解血手。哎呦，哥怎么那么帅？张辉哥，哎呀。哎，吴哥，好好有客栈，怎么没有澡堂子呢？刘，哎，钱掌柜，刘，你娘子又对你下毒手了吧？哎，嫂子，我不管啊，楼上那里面最好的那个房间，你必须得留给我。嫂子，你快过来呀！吊十八掌。儿女情长，前场就挂住，比我更需要认真。葵花结选手，哎呀，停！就是，不要说话了。好一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绝世美人儿。把我照顾好，我起就了。拉倒，拉倒啊！七舅老爷几年前都去世了，照顾好我媳妇儿的舅老爷，行了吧？舅老爷，刚才的朋友们，你们好，李玉湖回来啦！哎呀，李玉湖回来了，很多人的记忆瞬间就被拉到了20年前《上错花轿嫁对郎》那部剧当中。所有看过这部剧的观众，都对其中很多的名场面非常有印象。如果让我选，我会选撩开那个红盖头，其实亮相非常非常惊艳。让我们今天在现场再重温一次李玉湖掀开红盖头。你帮我掀盖子。哎，我帮你来，好不好？好。哇，你在发慌，我的天哪！娘子，不，我不是娘子，我心里只有那个扬州小妞，不过那个扬州小妞硬是要走。娘子，洞房花烛夜，小生有礼了。洞房花烛夜，小生这厢有礼了。嘿，嗯，讨厌。欢迎孽缘。20年前那部剧呢，是二位第一次真正主演一部剧，对不对？怎么就选了你们两个人当主演了呢？其实剧组当时一开始派了一个选演员的导演见黄奕，然后我就跟他陪他一起去，结果去了以后呢，那个沈雷导演就说，嗯，都还不错，他觉得我们生活中可能就是小情侣。那时候不知道啊？不知道吗？当时我们自己内心想，导演要是没找我们演一对儿，我跟他就分开了。那时候你还不说得装得像一点，不要让大家知道，是吗？对呀、啊，我都忘了。你看今天二位也都扮上了，时隔20年扮上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呢找了几个剧照，你们二位
对照剧照模仿一下，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用 vivo X60 手机给二位把这个照片啊拍下来。对对，这不在床边那场吗？表情要跟上啊。好，第二张来了。哇，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场戏，杀青的时候。好，接下来是第四张。看来，哎呦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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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啊，哎呦妈呀，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不理我们呐。天哪，天哪，天哪！好多年不见了，好多年不见了。哎呀，小姐，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上错花轿嫁对郎剧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李玲，也是杜冰燕了啊。大家好，我是释小红，我在戏里边扮演大将军袁不屈。我是当年的小喜。大家好，我是娟子，在《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我扮演的是昌平公主。我是柯志昭扮演者柯少爷徐光。啊，真是时间太快了，一转眼20年了。李玲姐当时在军营里的戏啊什么的比较多嘛，军营里吧打打闹闹的事儿也多。最后一场戏是我那个采药，一个很陡的坡，结果什么都没准备，那个时候也没有五指。然后也没有什么护具，那我这人性格也有时候外柔内刚，我的天哪，不能因为我杀不了青啊，我就自个儿从山上滚下来了。其实有点小受伤，但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在那个状态下，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敬业，我都是希望这部剧可以有更好的给观众的一种体验和呈现。这回得又夸黄颖两句，我们俩拍打戏好多都是自己打的。他没轻重啊，那剑咔就刺过来，把我头都坑就刺开了。老师说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得就得刺。其实不管是哪个时代，年轻的孩子们，只要你想去做好一件事儿，想去为那个角色去做得更好，没有人娇气。真的。这是一部一群年轻人满满诚意的戏啊！当然，在这20年当中，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情感走向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也是一直吸引着观众朋友们的目光的。我觉得人生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有可能我也现在还在追爱的路上，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一直在追求爱，所以我心态就是一直挺好的。然后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觉得也非常好，也在为自己努力找个家。要嫁对郎啊。所以观众以后不要再说错了，因为经常会说他就是那个上错花轿嫁错郎，是吧？好再念，不能再嫁错了，要嫁对。就是因为你们非得让我嫁错，我们这名儿明明叫做嫁对郎。哎呀，这时间过得特别快。黄奕当年的时候的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率真、很灵动、很爽直的一个女孩。那过了20年以后，作为好朋友，作为曾经的搭档，我希望黄奕还可以保留住自己最原始的那份率真和爽直，不用那么多顾忌去在乎别人的眼光，还是可以大胆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拥有，也值得拥有。嗯，好。谢谢。今天我们这个《上错花轿嫁对郎》剧组来到我们《王牌对王牌》的舞台重聚了哈。很多观众之前就一直会说，我们想听他们可以在一起为我们唱响那首主题曲。来到家中不是客，欢欢喜喜更作和，有情有义一定会有好结果。开怀迎，放声歌，人在
起心里热。你也说，我也说，戏里戏外都是恶，日子也好过。日子要好过，日子要好过，日子要好过，好过好过。接下来请我们工作人员 vivo X 六十手机给大家留下在这个舞台上的合影。一群不同身份背景的年轻男女在爱情公寓里上演过一幕幕有趣的爱情故事，如你如我，我们跟着一起高兴，一起着急。转眼间，那个喊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姑娘，那个不敢表达自己真爱的好男人，都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回忆。欢迎继续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欢迎继续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非常好。今天，小贤呢要在这里跟大家唱一首歌，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你的月亮我的心》播出8周年。下面，请欣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想念爱情公寓吧，我们来了。我买了香烟汽水给美嘉，一口烟汽水，没事可来本本吧，告诉你，要是自驾还需跑吧，如来神掌，关于一杯就别再问啦，表白的人生不用解释啦，此时距离此时那个距离里，可以的啊，果然是个天才。什么朋友啊？谁啊？开门！一飞，小飞飞。飞飞飞飞飞！咦，中国那么多兵器，你偏偏学剑，上剑不练练下剑，铁剑不练你练银剑，大半夜的你耍什么剑呀？夜剑。哎，今天晚上有没有看我的节目啊？今天晚上有节目？说好的8周年的节目呀。我没注意啊。没注意啊？你故意的吧？我故意。爱情公寓都拍了4季80集了，我们两个还是没有结果，你才是故意的吧？啊，一到半夜就直播，一到半夜就直播，你以为你是主播呀？很忙的，我女博士，我没空听你的节目。一飞啊，我也不想每天半夜不回家。弹一掌，弹二掌，弹三掌，弹。好，算，你走吧，你走吧，不要老打我好不好啊？自己玩吧。丧心病狂啊！难道我曾小贤就注定要这样孤独的一个人，就连我的小飞飞都不听我的节目吗？所以你们逗我玩呢，没有忘记啊。少臭美了，我们才不是庆祝你的月亮我的心8周年呢，我们是要庆祝啊我们几个认识8周年了。没错没错，我
原谅你了。不是，等会儿，这个《王牌对王牌》这个节目组啊，非常过分，他们把这对 CP 呢给促成了，但是我的 CP 呢，我可爱的美嘉呢，她在哪里？在哪里？是吗？1767二七四十八，三八四十八，五一劳动节，六一。谁想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能吧？啊！宋老师，一菲姐。天哪！哎呦喂，哎呦喂，陆来生，哎呀，我太不争气了，怎么一上来就掉眼泪了呀？啊，我真的，我本来想着我来了之后看到你们可能挺闹一点，但是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们会那么激动，贱人。不是，我说实话，他们那一组那个袁立老师上场的时候，我脑子里我蹦过一瞬间，我说有没有可能节目组也给我们一个惊喜，但是我又转念一想，好像每一组都来一个惊喜应该不至于。我是惊吓对吗？是你是惊奇。不是，你们这么好玩的事情八周年啊，居然没有我，我一口气就是喷死你们。其实啊，说一点这个题外话啊，因为我录过这个王牌，录过两次，他每一期都会给我们的嘉宾一些惊喜。前面我在对台词的时候，他们说这里要插播美嘉的片段，我问了导演一句，我说这个待会儿是不是美嘉要来啊？导演的脸抖了一下。没有，吓坏了导演。对，把他吓坏了。他说没有，但他其实我心里啊咯噔一下，我觉得今天会有人来。然后呢，在我们刚才录有一个桌子那一排那个环节的时候啊，李金明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你在干嘛？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发微信了。那以我的智商，我肯定是回了一句，你到了。但我虽然知道你到了，但我内心啊还是不相信你到了，因为我不敢看你出场的那一种感，不敢去体会啊。我当时在这个门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爱情公寓》第三季我回归的时候，也是站在这个门后面，你们也是在前面。是我冲到台上之后，也是对你们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然后你告诉我说，美嘉你不要丢了，我们不能缺少一个人。然后我们有了爱情公寓第三季，有了爱情公寓第四季，也是因为有你们。对，你们也伴随了我们整个青春，谢谢你们。是第一季吧，每天工作可能是16到18个小时，每一天3个月，啊，对。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起码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演的东西能够让你们快乐，让你们开心，所以这个就突然觉得，哎，那份辛苦也都没什么了，慢慢就习惯了，也就不辛苦了。都值了，对，我相信记忆当中留下的不只是辛苦，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片段或者时刻吗？在那么多季的磨合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盗梦空间》里边那个全白的房子里，你躺在那个病床上。因为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拍着拍着，在寻找那个最佳的状态的时候，你在我耳边说的那几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我一会讲就会哭，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我们就拍这场戏，当时是早上第一场嘛，大家都睡得懵乎乎的，然后肿着个脸就过去了。而且那场戏很重要，对，非常重要。然后我躺在那个床上，其实已经躺的屁股很痛了，然后他一直哭不出来。是因为那个词儿啊，是挺搞笑的一个，对，非常搞笑的词，但是要讲出很深情的感觉出来。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在子乔耳边，然后我就说：“我说子乔，
我们爱情公寓拍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如果我真的不在了，你会不会难过？然后他就一直哭，然后我就跟着他哭，然后我们这场戏就当时已经就哭得崩掉了，完全崩掉了，就是那种感觉已经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了，喊了咔还是接着哭，就是一直在那个状态里。因为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真的有很深的感情，然后突然想到有一天说大家都散了，各奔东西，还是当时还是觉得挺接受不了的。最后那场戏杀了之后，你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当时他哭了，他第一个哭的，他先哭了。我们当时在拆聚会，是不是？不是，我们在拆公寓的景，我们就眼睁睁看到他拆掉了楼梯间，拆掉了酒吧，拆掉了卧室，慢慢慢慢靠近我们在拍戏的那个地方，然后孙老师就绷不住了，一下子就哭了，就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个地方，寄托了很多感情的一个地方，一点点看着他，眼睁睁的看他的消失，而且我们却无能为力。山青，我可能反应比较慢，我这个人泪点比较奇怪，像师哥是当场就崩溃嘛，然后我是杀青，然后自己搬东西回去嘛，然后就是坐在车要回家那一刹那，我自己在车上哭，是这样的。对，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其实《爱情公寓四》连我自己都没有看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看完的话，就感觉哎它还有，然后我一直放在那儿，就我不知道我的点很奇怪，但我就觉得不看完就意味着它还没完。其实不光是你们的记忆当中，因为你们的作品也留给所有的观众记忆当中最深刻、最温暖、最快乐的那一部分。今天其实观众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是吗？各位，三二一，来。那张最熟悉的剧照，那句最熟悉的台词，也许当年现在看起来很青涩的表演，却留在了我们记忆的最深处。谢谢，谢谢。我相信有你们，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努力哈，把它给继续下去。希望你们还可以再那样的快乐。我们无论如何一定会尝试，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请耐心等待我们。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的如果行，这看的也不太协调。这是个什么东西？很笑。你是哪位？我。你是张一山？没有想到我的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刻下了这么……你认识杨子吗？我也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子，然后你暗恋他一辈子了，已经。一辈子了，哇哦！还是你妈？不只是你妈吗？那你想选谁？你就别废话了，你就赶紧的吧。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我选择张一山。怎么说呢？我希望陪你。你别说了，这次是我要先挂电话，再见。什么？也是我，再见。请张一山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红色袖章。当当当，谁？有。这个节目我不录了。哎，过来，谁让你邀请我？杨子。
怎么又是这个妖孽？怎么又是这个妖孽？再说一句，我告诉你，没有人选你，只有我选你，我救了你，你知道吗？你要干嘛？啊？啥？是不是？看这个。退一百次门，为什么你？我感觉我选了你，你没有那么的开心。哎，这节目从这儿就开始了，他这会出来人呢。别吓我！不，真的，他会出来人，我们每期都这样的。对，你得趴，你得这样，对，趴。不是，不骗你，真的，真的。我第一次。你这会出来人，如果你逮着你的话，就。耶！来吧，我觉得这期就是我们两个玩的，小董。